带宠物去宠物店度冲凉，不过出去冲又要 book 时间，冲完翻屋企又可能已经污糟晒，而且仲唔平啊嘛？咁又有啲咩方法好呢？如果只需要三个步骤就可以轻松帮宠物冲凉，系咪有得谂呢？今次同大家试嘅系呢一款美国制造嘅 Wetterson 惠特泡泡宠物洗毛液。是可以俾貓、狗同埋兔仔唔同嘅動物都可以用得嘅。喺網上我甚至見過有人揾佢咧同馬沖涼添嘅。咁咧佢係有三種唔同嘅配方，適合唔同毛髮長度嘅動物去使用嘅。呢、這個短毛嘅配方咧就可以啱斗牛狗啦、八哥啦、比高犬等呢啲一啲容易睇到皮膚同埋冇底毛嘅寵物使用嘅。中毛配方咧就適合柴犬、柯基、英國短毛貓呢一啲嘅中毛寵物去用嘅。至於最後呢種啦。叫做口毛配方，口毛配方咧就适合金毛、柴毛犬、松鼠狗或者波斯猫呢啲系有底毛同埋长毛嘅宠物去使用嘅。至于系点样用嘅咧，我哋又再次重金礼聘到我哋嘅御用毛特儿小王啦，嚟帮我哋示范嘅。咁其实非常之简单嘅，只要记住三步曲就可以噶。第一就系喷出，第二系起泡，第三就系冲洗，咁就可以轻松咁咧同宠物去冲凉噶啦。咁第一个步骤就系喷出。首先咧，我哋咧就扭开呢个安全嘅喷嘴，然后喺嘅宠物身上咧喷四行咧就够噶啦。咁点解我话喷四行就够咧？嗱，一阵间我先再同大家解释。第二个步骤咧就系起泡，其实咧一喷出嚟嘅时候咧，本身咧佢已经有好丰富嘅泡沫噶啦。咁比起其他嘅洗毛液嘅好处喺边度咧？就系佢唔需要咧系用人手搓一段时间先至起泡，咁就可以悭翻好多时间，非常之方便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咧而家咧就可以咧即刻系喺动物嘅身上系捽匀佢噶啦。咁而立即起泡咧，仲有另一个好处咧，就系可以咧系避免咧系使用过量。咁因为咧好多嘅洗毛剂咧，佢可能你见到冇泡咧，又会再加多啲，结果咧又会落得太多啊。咁所以咧唔化算之余咧，仲要花翻好多嘅时间咧去清洗。咁所以咧喷四下，其实就已经足够噶啦。咁噴完之後咧，我哋而家差唔多捽勻佢啦，咁咧就可以去到第三個步驟啦，就係沖洗啦。嗱，咁我之前其實咧都用喺屋企咧，就同自己嘅寵物咧都用過，咁啊用花灑或者水喉同佢哋沖咧就好快沖走。而家咧用個碗去沖咧耐少少啦，不過咧用水喉花灑沖咧就一沖就沖走啦。咁佢嘅好處咧就係點樣呢？就係會達至零殘留嘅效果，減少因為殘留而堵塞毛孔而引起皮膚問題。哇！沖完之後咧，仲香噴噴添。好啦，講完用法之後，又講下成分啦。呢一款嘅洗毛液咧，其實係冇添加劑、防腐劑、paraben 咧，或者係化學物質嘅，亦都咧係不含刺激動物嘅成分。酸鹼 pH 值咧，亦都係最適合寵物嘅皮膚，有效防止細菌滋生。但又唔會好容易咧，咁洗走寵物皮膚上高嘅油脂，令到咧毛髮係好乾旱嘅。而呢款洗毛液咧，亦都含有替毛質酸，有鎖水保濕嘅功效，可以咧係滋潤皮膚，令到咧毛髮更加順滑嘅。除咗之前講咧呢三種毛髮長度嘅配方之外咧，呢一種嘅洗毛液其實仲有一種獸醫推薦嘅配方，適合咧係皮膚容易痕癢或者紅腫、敏感性皮膚嘅寵物就啱用啦。可以是消炎和止痕的。當然如果是寵物的皮膚有問題或者是有傷口，當然可以配合惠特的神仙水一起使用的。如果你們想買很簡單，只要去會展的香港寵物節就可以買得到的了。好了，今天開箱的時間又差不多了，下次再和大家試其他的產品。在嚟紧嘅香港宠物节无成成一丁比赛里面咧，会有我 Ben Sir 做评判。哇，到时咧会有好多得意嘅宠物嚟到去做一啲你意想不到嘅表演，记住嚟捧场啦！